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以前我觉得你练功夫不切实际，现在才知道这么有用。早知道，跟你学一招半式回来，起码可以挡几招。穆叔，不如留下来教我们功夫，我们就可以自保，不被别人欺负。叶师傅啊，您那么好的功夫，教教我们吗？ 教教我们吧，教教我们吧，师傅，你教教我们吧。我们会是啊。我是个生意人，除了做生意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保护不了他们，但你可以。以前天下太平，你说你不想教。现在世道不好，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？我教功夫很贵的。 工人学费你给啊，你又欠我一笔啊。温叔，我要做你第一个徒弟。